每一座城都有自己必须背负的命运，历史演进，王朝更迭，古今兴亡事，终随时间烟消云散。永恒的只有脚下的土地，头顶的天空，还有千年古都文化的精魂深入心扉。金朝末年，兵连祸结，内忧外患，蒙古铁骑步步紧逼，国势日颓。为避兵锋，宣宗南渡，金王朝危如累卵，风雨飘摇。1215年5月，蒙军精锐再次围困晋中都，猛攻之下，城门失守，昔日巍峨的宫阙被付之一炬，沦为焦土。北京的都城史，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。1260年，踌躇满志的忽必烈第一次踏进这座梦境之城，而此时距离蒙古大军攻陷金中都已经过去了45年。被战火烧成废墟的金宫，水源断绝，无法居住。城外东北方向，一汪湛蓝的湖水吸引了他的视线，这片水域就是今天的北海。1267年，忽必烈正式宣布迁都中都。1272年，诏下中都更名为大都，大都是突厥语，意为帝都。辅佐忽必烈实现这个理想，营建大都的总工程师是传奇和尚子聪，也就是后来的刘秉忠。1242年，子聪和尚来到蒙古汗国都城，拜会当时只是藩王的忽必烈。会面之后，他成了忽必烈的幕僚。这时，两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，这次会面将改变一座城市的历史，影响了后世700多年的岁月。这座城市叫做北京。1264年8月，忽必烈颁布了一份诏书，命令僧人子聪恢复他原本的姓氏，并赐给他新的名字刘秉忠。此后，这个在49岁还俗的出家人
将用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年，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北京城的历史当中。1267年，这位忽必烈最信任的大臣，开始依照传统都城的营造制度，对新都做全面规划。确定中轴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刘秉忠选定积水潭东岸的切线为整个城市的中轴线，将忽必烈钟爱的北海水域包进皇城。在这条线的两侧分别设置了太庙与社稷坛，这是北京城的规划中第一次出现左祖右舍的布局，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。南北方向与东西方向的线垂直相交，构成布局的基准。这样一条中轴线附带着周边大规模建筑群，在刘秉忠的规划下展现出旷世中正的面貌，给世人无数慨叹。刘秉忠或许没有想到，他所确定的这条中轴线至今再未改变，仿佛一只沉甸甸的镇纸压在了漂泊的地图上。自元以后，明清两朝也都是在这条轴线的基础上完善北京城，只是起始点后来发生了变化。1274年夏天，位极人臣的刘秉忠随忽必烈赴上都避暑。8月的一天，他在打坐时无疾端坐而终，终年59岁。遗憾的是，刘秉忠生前未能见到自己设计规划的都城最终修建完成。位于北京建国门外的古观象台是明清时期的建筑，这里的前身是元朝太史院司天台，由刘秉忠设立，后来接过衣钵的正是他的学生郭守敬。
又称庭训，熟知天文算学的郭守敬，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设计了水系，保障了元大都的供水及漕运。这样的功绩，至今惠泽万民。这条长不过232米的小巷，位于鼓楼西南方，元代称之为斜街。整个地势从东北向西南倾斜，印证了一代又一代交融错落，如今码头早已成为历史风物，但行走其间的人们仿佛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份传承千年的熙攘与繁华。这座位于北京地安门外的石桥名叫万宁桥，它始建于元代，原为木桥，后改为石桥。在元代，所有进入积水潭的漕运船只都要从这座桥下通过。早在金代，大运河便已修筑完善。到了元代，因为水源减少，原本的河道基本被废弃。当时，由南方运来的货物，抵达高丽庄，也就是今天的张家湾后，只能改走陆路，需要肩扛车拉50多公里。才能进到北京城。忽必烈采纳了郭守敬的建议，另辟水路引水入城。几经周折后，郭守敬终于在昌平白福泉找到了新的水源。顺流而下，开凿了一条直通通州码头的河道，把原本止于通州的大运河一下子延伸到了积水潭。从南方来的商船能直接开进元大都城，停靠在积水潭码头，也就是今天什刹海后海一带，为商品运输提供了便利，也促进了这一带贸易的活跃。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中，还包含着一项巨大的奇迹。北京地势西北高，东南低，船只该怎样才能从低处的通州张家湾驶向高处的积水潭呢？这个难题几乎打消了将大运河引入都城中轴线上的可能。郭守敬巧妙利用了24座水闸，通过上下闸的互相启闭调节水位，上船就像坐滚梯一样畅通无阻，开到了大都城。
忽必烈看到这个设计，对郭守敬赞赏有加。这位金戈铁马的统帅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。他在积水潭东侧的万宁桥上，亲自为这条闸河赐名通惠河。元大都建设中最为人称道、对城市产生长远影响的，就是水系的改造和利用。在元代，这一水系和中轴线完美的融合，是城市规划的惊世之作。700多年过去了，这片水域仍在哺育着这个城市，哺育着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。同样，从元代延续至今，依旧影响着人们生活的，还有当时都城留存下来的一条条胡同。大都的胡同如棋盘一样纵横整齐，今日北京依稀可见那时的痕迹。胡同起源于元代，分布在中轴线周边。这个砖塔胡同就位于西四南大街上。砖塔胡同因胡同东口的砖塔得名，但现存的砖塔早已不是元代的原物。现在这里仍然是北京市历史最悠久、风貌保存较好的胡同之一。元大都始建于1267年，经过9年多的时间，于1276年基本完工，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。对这个时期元大都的描述，有两个著名的旅行家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。他们笔下的元大都充满了传奇。之后这座城市的扩展与更新让历史变得越来越厚重，但格局和精髓却不曾改变。这两个让元大都声名远播的外国人，除了在书里描述繁荣的市场景象，还对很多重要建筑有所记载。这座1288年落成的妙音寺便是其中之一。这里是元朝的皇家寺院，也是百官习仪和意印蒙文佛经之处。寺内的白塔更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、规模最大的喇嘛塔。
位于市中心东北角的孔庙，自古就是一处安静的所在。北京孔庙于1306年建成，比故宫还早100多年。这是忽必烈定都北京后，为了笼络知识分子，下令修建的建筑。古树繁多、枝叶茂盛的孔庙与国子监，虽然经过历代重修，但其结构基本上仍然保存着元代的风格。所有的繁华与落寞，兴盛与凋敝，伫立自写更多的传奇。